进滩进出大量 A 片，海滩游侠脸都绿了。保护海洋生态，人人有责。你看这么多垃圾，海洋都在咕咕了。哎，那啥，不会是我想象的那个吧？外号海滩游侠的近滩达人陈信柱，昨天一早就到基隆外木山海域努力的清理垃圾，走一走就遇到了满满的满满的爱情动作片，人妻巨如针，让他崩溃了。我来这边做海洋垃圾调查，那经过这边的时候会发现满地都是丢弃的人，还费了 一番很大的功夫走到这边来丢弃。国人的公德心真的应该在海滩好好加强。当新闻应该开放认领，你们会要的，对吧？报道。